我是梦莹，然后我现在身处我旅行的第163国委内瑞拉。那么今天我就要离开委内瑞拉了，然后就要告别在这边接待我的 Marquis 和他的儿子 Hans， 然后这两位。Any blessing or wishes for my ongoing travel? God bless you, your way. Which is gracias.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here. And this is when the Chinese New Year was here. You are welcome. Which is gracias. Always you are welcome. Besos. Ciao. 现在我就离开了 Marquis 家 ，Marquis 女士家，然后要下个28层的楼梯，因为他们这栋大厦的单位都是复式的，所以你看到那个楼层显示是14楼，可是呢，其实它都是双份的数量啊。现在我才走到9楼，继续下吧。所以如果从 Marquis 女士家出个门的话，我上下楼梯总共要走56层，下楼28层，上楼28层。还背着我的行李，其实经过第一天就是背着行李爬上28层之后呢，现在都没有觉得说很困难。现在才走了一半。非常谢谢 Marquis 女士啊，就是在街上，在一个蔬菜档旁边的小食店，这么萍水相逢。然后就要告别 Marquis 女士家 ，Buenos Adios。他家就是在这个酒店上面的那个公寓啊。那现在要走路去那个坐前往机场的大巴。然后刚刚忘了说，今天是委内瑞拉时间的大年初四啊，在这里祝各位龙年像日出那么一样度过充满希望跟光芒的一年。然后我今天本来就是来到加拉加斯国际机场，准备飞往巴拿马。但是呢，这间航空公司啊，就是，这间委内瑞拉航空公司呢，就是要求我提供从巴拿马前往中国的机票。然后我就说，哎，你可不可以把就是那个，就是。白纸黑字的那个官方文件给我看，他就给我看那个官方文件上面写的是呢，对于去巴拿马需要签证的人，他是需要出示这些资料的。可是我去巴拿马根本就不需要签证，我是免签的。然后他又说我护照上面没有签证，我就跟他说我根本就不需要签证。所以现在我还在这里停住着，就看今天怎么收场吧。就退一万步来说，我飞不了的话，我也要求他们全额退款我的机票。反正就是随遇而安吧。现在就还在机场等着。Stop. What requirements you need? Please tell me.No, please say. This is if you are saying something right, you are not afraid, right?
Because if you are seeing this, I need to show all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然后刚刚那位职员呢，他就跟我说，如果我去巴拿马的话，我需要就是出示啊、从巴拿马回香港的机票。然后我就让他对着那个镜头说，他又不说了。那个是梦莹，然后现在在机场，今天的航班也没有登上，因为他们一会儿又说我要有离境巴拿马的机票，一会儿又说我要有从巴拿马回香港的机票，所以我现在连离境巴拿马的机票都不可以，因为真的是非常困惑。现在我就买到这个机构，尝试阐述一下我面对的情况，然后跟他讲一下，看能不能退票吧，把机票退了，然后走陆路去另一个国家。刚刚真的憋不住了。去那个哥伦比亚的签证，可是其实我是免签的，所以他们现在就让我等等等，然后也不告诉我等多久，然后我找的那个车，那个司机也把我的行李拿下来，你看现在就在这里，然后我车也没有了，离境章也没有了，然后他们也不告诉我要等多久，所以我真的我情绪我就崩溃了，我忍不住了，然后昨天坐不上飞机，我也在机场哭，然后现在恨不得光速逃离委内瑞拉。
哎，我真的忍不住了，我真的是崩溃了，我很久没有这样，我很久没有像这样在口岸哭。哎，我真的这两天太累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冷静跟他们对话。现在这个移民局的委内瑞拉方的跑过来跟我说他会给我盖离境章，可是我不想要跟他讲话。然后我刚刚痛哭了一场，Yeah, but I don't have a car to go. My car left. Here, there, taxis. Yeah, but I paid my money already. Money? Yeah, I paid my money already. I can help you. I can help you with money.Yo,然后又坐了一晚上的通宵大巴，Sin baño? Oh, baño salvo. Sí, el baño. Ah, muchas gracias. Agua fría, ¿sí? No.